十七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天下究竟需要一位什么样的君主？人各有志，我只想和你一起回到楼兰关，去看天高云淡。十七郎，而且你回不去了。 可我对你都是真的，我就要娶崔琳为妻，她是我唯一认定太子妃。太子锋芒太盛，可惜这世上月赢则亏，水满则溢。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琳处下手。你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性想得这么邪恶？你不想要天下，可想要这天下的人，却不会放过你。我遇到一个人，无论他是牢兰关的十七郎。 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